可爱版，来，热了，你是我前辈，你比我行。怎么你们还分前后呢？我比他，我比朱小丹，我看看谁分前后早出道几天，所以他得叫我前辈。但是他在寝室里都叫我姐的。我跟你们讲一件苦事，我比某些人出道好久了，他都没把我放眼里。那前辈们，你们这些几天前的事情算什么？我知道你还给孙瑞前辈房间擦地板。哎，这种事能不能不要外传，稍微要有点面儿。我没有说，对，那都是我胡说八道的。他给我洗脚的时候你们没看到。好了好了，我们这个 MC 呢差不多就进行到这里了，然后让我们呢有请我们下一组的小伙伴。